吴孟舟，我想说夸他应该很简单，你就在他旁边玩消消乐就好，就是哦 unbelievable perfect 他刚才听到表示 handsome unbelievable perfect wow you are so great 大概就会超开心，对，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舞台，很嗨，谢谢你们的开场，谢谢。请揭晓，加入啊，加入吴孟舟，吴孟舟，哇，对，哦，就是我也发现，就是其实很多像做电音的，他们会自己做出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音色，可以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音色，所以我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无限想象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很想争取一下胡孟舟。我觉得胡孟舟跟周深太合适了。我复议一下，又复议，全场复议。你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首先很谢谢那个周深老师，谢谢。对，然后狐假虎威就留着下次吧。哇，恭喜周深抢人成功。不是，看到你名字我就会冒出这个想法的那个歌，就开端里面它有一段旋律，对对对对，刚好这几天又看到网上有人把它填词发行了出来，我觉得很适合你去改编，哎，把它变成一首很舒服的电音歌曲。周深推了那么多好的歌手然后选了我，我不能辜负他了，压力太大。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放弃救赎后世界是灰色？放弃承诺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焦点，忘记了哽咽，这初衷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自卑？不敢有一种冷漠是防备，我再错最好人泪落。倘若时间之落分得出错对，曾以撕心烈火顶飞的苦泪，镜面倒映出的你我悄声破碎，期待永恒的回馈，也许已走向明媚。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救赎后世界是灰色，解落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哽咽，这初衷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自卑？有一种冷漠是防备，请求勿再错。真是难，快就爱一劫怎办？哦，当传染送我烟一串，燃烧最后的烟寒。
是否还值得？救赎后世界是灰色，跌落后又如何抉择？回忆在交叠，忘记人更远，最初中怎能去面对？轮回中何人会自卑？又给成冷漠是防备，我在做最好人为我。你咋了？我想问一下孟舟哈，刚才你蹲下了是什么原因啊？我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这首歌就这一遍是唯一我没有创作词的。我就说到制作人，这首歌的真正的制作人，我觉得应该是周深老师。我可能占个30-40这样，但是差不多，我们50%吧，我们。因为。真的改了很多个版本，是在抱怨吧？我们中间加的那段意大利文，它其实原版是英文的，它是一位歌手莱昂纳德·科恩，然后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戴雨桐，啊，我非常的激动，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么多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大歌星。很开心被称为歌星。其实他自己的歌曲其实有一首大家都很喜欢啊，来迟，对，你可以唱一下给大家，我相信看节目的人一定会想起他。好，那我们请雨桐准备一下。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我酝酿好久却老得掉牙的事，最后也没能拥有手心地址。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不该出现再加上一点说辞，这本就是我一厢情愿的固执，只是该如何忘记你的名字。谢谢，谢谢老爸，谢谢雨桐，谢谢老爸。所以三位，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周深老师。啊！周深一脸错愕。周深老师，我为什么选他呢？因为我有段时间的微信头像用的就是他的一个表情包。啊！你少管我，就是那个。我觉得你的性格我超级超级喜欢，很圈粉。作为一个歌星，被喜欢了性格。作为一个歌星，用性格圈粉。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一张专辑，然后有邀请周深老师做一个电台的采访。啊啊！就我们记得周深老师有一句话，他说：“梦想只会被打压，但不会消失。”啊，反正就不是因为唱歌吸引的他们三个就对了，都是因为说话。好，周深在上一组飞行乐合伙人当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音乐搭档胡梦舟，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位的话，哪怕选择了，他也要在你们和梦舟之间做接下来的再一次选择。有请周深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四位老师是否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3、2、1，请揭晓。暂时不了。不抢。我也选择不抢。不抢。深深会如何选择呢？3、2、1，请公布。听我说，因为我要写的是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好冷啊，真的，我真的不信。好冷啊，好烦。
对，首先我想说今天这个舞台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雨桐是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听过你之前那首歌，但是因为我之前也选了胡梦舟，我也很喜欢她的风格，就总之就是也不太好辜负她。没事没事没事，时间它其实看不到东西，而且它是在你不同的年龄段你会有非常不同的感悟的一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小时候觉得啊，时间快点吧，我想赶紧长大，那你后到后面开始工作或开始读书，你会开始感叹啊，每天时间好有限。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的那三年是被偷走的，因为你觉得时间很珍贵，我们开始理解到，然后也谢谢两位这么好的歌手能够让我去看到一个具象化的时间。粤语真的很难，因为我也学过粤语歌，他们有什么促音、闭口音、懒音，而且我一直特别不懂的是为什么广东那边唱出来的粤语跟香港那边唱出来的粤语歌是不一样的，是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其实好像是广东我们的那个发音会跟香港的发音有一些的不同。就是有一次我坐飞机，然后呢空少来过来问我说，那个小姐请问你喝点什么啊，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一杯牛奶。牛奶对，我就说我想要，对，我就说我想要一杯牛奶。我的毛哦。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sorry,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啊，我说牛奶哦。sorry,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下英文，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他就跟我说请问小姐你还没想要牛奶啊，牛奶对牛奶对牛奶，然后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就是这样子。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还是会有，就听不懂，是的，还是有语言上的障碍。哎，那个科月 K 哥跟我们说一下吗，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怎么讲，如果用粤语讲的话。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哇哦，深深来学一遍，感受一下。来，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帮我们打波广告。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哦，好标准啊！标准吗？可以打多少分？真的，可以，可以，可以。100满分啊！哎呀，不要不要，我还是要一点成长的空间。所以二位，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周深老师。怎么了今天这是怎么了梦舟，你这个不光是对周深的一种考验，对胡梦舟强大的160的心脏也是一次考验。我现在160的心脏已经开始双踩了。其实我来过三次了，然后我跟海泉老师跟冰冰老师我们都有合作过，然后我也非常想跟深深合作，然后柯月也非常想要跟周深老师合作，那我们的一致意见，周深老师，胡梦舟你走吧。我应该在车底对吧，我应该在车底。我的天，好了，有请周深做出你的选择。太难了，周深都驼背了，我的天，给他难为的都驼背了，压力太大了。当然在周深选择的同时，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四位老师是否会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请揭晓。我空白，不抢。谢谢老师，大家都是一致的，就让他继续驼背下去吧。马上来揭晓，周深他的选择，没有关系的，三二一，请揭晓。TWS 什么意思？哎，解释一下什么叫 TWS？ 什么是 TWS？ 听我说对不起，因为有你，我脚趾在抠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也是从冰冰老师那儿把胡梦舟抢过来，然后会，当然就是伤害谁其实都是一样，伤害自己说出了这两个字，你承认了。深深以后啊就做人要厚道，不要老抢别人的人。真的结果害了自己吧，你看。
可以退货吗？没有没有，真的对不起，但你们唱的真的非常好，非常喜欢，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合作。好，谢谢。有听到很多很多很意想不到的改编，是绝对是很大的收获，然后也认识到很多新的音乐人，然后遗憾就是我还有很多位老师都没有合作过，我觉得我会努力的朝那个方向前进。好，如果下一个机会可以合作的话，你希望是跟谁？太多了，就是我常驻目前这四位我都没有合作过。哦，对呀。啊，全都没有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前六七在干什么？我在唱歌。